嚯！他估计相中一只母猴，或者对面身上有个啥，他只是在炫耀自己，在展示自己的实力。你看我牛不牛？看我多牛，是不是？看这大猴。看，走两步停一步，走。这四驱就是快啊，这两驱跟不上呀，这。小歪尾，跟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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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女婿，红军，估计。